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就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29 Tea House， 它坐落于美国的纽约东村，然后在 East Village。这个地方呢，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茶，它属于一个专门喝茶的一个茶馆，这在纽约是非常的少见。让我们进来看一下吧。它这个环境呢，非常的舒服，非常的干净，然后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茶。我点的这是一杯铁观音，特别的好玩。对，然后就非常的安静，我觉得很适合跟几个朋友，然后一起来喝喝茶、聊聊天，或者是谈谈生意，各种各样不同的事情都可以做。然后这个点的是这个 sparkling green tea， 然后我还从来没有喝过这种 sparkling green tea， 它是一种碳酸酒，对，然后还蛮好玩的，我感觉。对，然后这里就教你如何去做这种green tea， 感觉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的享受。这个地方就是比较好玩的是，就是你可以看着他现场制作这些茶叶的这些过程啊，如何烧水啊，如何去做这些酒啊茶之类，觉得这过程非常的好玩。对，然后开始 sparkling。非常好看吗？有种一首绿色送给你的感觉。喝完这杯茶，最绿的就是你。然后这个做的是抹茶，对，就感觉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的享受，因为你可以看到他如何做这个过程啊，觉得特别的好玩。其实他这边的茶叶质量，都还 OK， 就是一般吧。但我觉得这个地方主要是体验这种做茶的过程，以及他们这些。很繁琐的工序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地方，很适合带朋友过来玩啊，然后拍照，拍照是很适合拍照的。它现在在烧热水，对，烧热水真的是，就这种烧热水还挺好玩的。虽然说其实不是很专业吧，因为我觉得一般的水都要80度，它这肯定烧开了。It doesn't matter， 还是非常的好看的，非常的绿，超级好玩。对，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可以带小伙伴一起来这里，然后去喝茶，不止下午茶，真的是这种下午喝茶的地方，真的非常的好玩。喜欢的话，可以点关注哦，期待下次视频。